大家好，野生黄金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，它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是一种滋补的药材。它可以炖鸡、煲汤，也可以切片晒干制作茶饮。现在我就来拿这些野生的黄金，九蒸九晒。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做出来的黄金，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。现在开始清洗，把这些黄金上的泥沙全部要清洗干净。这些黄金已经清洗了几次，接下来就开始九蒸九晒。蒸了几个小时，那个黄金都已经蒸熟了，现在拿去晒。这些是蒸的，第二次的。现在蒸第三次。这些是蒸的素食的。是的，这些就是蒸了九次的黄金。看，这些就是蒸了九次的黄金，都已经变得很干了。特别香，很甜。来。这些都变成了黑色了。可以当零食吃。这些经过了九蒸九晒的野生黄金，可以当零食吃的，特别的甜，可以用它来泡酒、炖鸡、煲汤、大补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。